想过老师和音这么好听呢。我被那个吉他手刺激了。是。哦，他们那团是太强了。我真的觉得你打鼓真的浪费。等一下，这场表演结束前，我们一定请韩国老师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不要。所以开始唱歌，很少唱一句，人家就掌声到现在。啊，我们出唱片那时候，确实啊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昨天今天》，昨天今天是一样的日子吗？对很多人来讲，其实感觉都一样，因为要上班、下班、逃班，或者关心迟到的就要被扣钱。但其实生命有很多事情不再重复哈，当你觉得好像今天好无聊的时候，请记得昨天已经结束，明天还没有到来，然后你随时都有可能死掉啊，这是我最喜欢讲的话。所以不是说把握现在啊，就是当你知道昨天的不一样，过去的不要太多的惋惜。真的，我讲着这番话真的是，你们去睡觉好了。你的奉献下来了。对，好，我公司开始。Me, I